尊敬的大和法师，各位法师，各位大德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掀开经本，第63页。请看经文，复于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名清净莲花目如来，其佛寿命40劫，相法之中有一罗汉，福度众生，因次教化，寓意女人，自曰光目，设施供养。罗汉问之，欲愿何等？好，先看到这里。这段经文讲述的是光目女的因缘，这是地藏菩萨在因地又一次发心的因缘，时间非常久远，有佛出世，名清净莲花目如来。注释：40劫，佛灭度后，相法之中有一罗汉，随缘度众生，遇到光目女。光目女以恭敬心请尊者到家里面应供，请尊者吃饭吧。注意看了这些细节，实际上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供养就是修福，以能舍之心种福田，所以他有这个殊胜的缘。这位尊者用完餐之后就问他，你有什么心愿啊？光目答言，我以母亡之日资福救拔，未知我母生处何去。同样是为母修福，我母亲过世了，这可能还在七七之内，我不知道母亲
现在在哪一道生活？有一点可以肯定，估计去处不好。这光目女跟前面的婆罗门女有些类似，所以这些因果的知识至少是明了的，要不然怎么谈得上救拔呢？肯定是堕落了。希望借供养尊者的福报救拔自己的母亲，罗汉免之，为入定观，见光目女母堕在恶趣，受极大苦。罗汉问光目言：乳母在身，作何行也？今在恶趣，受极大苦。尊者很慈悲，马上入定观察。出定之后啊，就问光目女：你的母亲生前造了什么业呀？她现在在恶趣啊，受极大苦，苦不堪言啊。光目答言：我母所习伪号时代愚鳖之属，所食鱼鳖多食其子，或炒或煮，自请食啖，计其命数千万复倍，尊者慈悯，如何哀救？光目女如实相告。他不瞒尊者您说，我的母亲生前造业最严重的事情，喜欢吃海鲜。这位朋友有没有特别喜欢吃海鲜的？学了佛之后可能少了，没学佛之前有没有啊？吃海鲜也能免费游览地狱，中大奖，有这个好处啊。你看光目女的母亲生前就是这个业，伪号喜欢吃，就是喜欢吃，吃啖鱼鳖之属，吃这些海鲜类的，所食鱼鳖多食其子，还有这个爱好，喜欢吃鱼子。听说有一种酱叫鱼子酱，那一个鱼子就是一个生命哦，你这一餐饭吃下来，百千万条生命就结下恶缘，造下恶业。而且有些人呢，吃的时候还喜欢变花样，或炒或煮，自请食啖，自请就是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这不得了啊。计其命数千万复倍，怎么办啊？造这么严重的业，你看也没别的事情，没有说他做其他什么所谓伤天害理的事情啊，就是喜欢吃海鲜。所以有时候啊，我们会听到有人讲
我是个好人啊，我的妈妈是个好人啊，一生没做过什么亏心事啊，为什么会这样糟糕啊？可能对人都很好，但是对这些生命就不见得好了。这是很多人忽略的地方。之前很喜欢吃海鲜的朋友，以后少吃一点。你说如果一定想去地狱免费旅游一番，那也没关系了，自己看着办。还有朋友说，真的还是假的，吓唬人的吧。哎，到了地狱就知道了，那个时候再后悔就来不及了。想想我们不过是贪口福，喜欢吃而已，而且喜欢吃的不是我们的五脏六腑，是什么呢？是这个三寸之舌，贪那个口味，吃下去也不见得怎么健康，所以要说服自己，能不吃就不吃。有些人说不吃就没营养，那是给自己找堕落的借口。那有些营养学家也拿出一大堆理由，翻出很多资料，说人身上的很多营养都要靠这些鱼类去提供的，否则的话人就好像活不下去了。说的跟真的一样，你看人家许哲居士一辈子没吃过一条鱼，活到100多岁，那个天天吃鱼的估计也活不了这么久，营养倒是足够，没命活要营养有什么用啊？事实上一般人身体当中常规的营养在植物蛋白中通通都有了，也有少数个别的那些营养是在动物当中有的，不要也没关系，死不了的。不信大家看看这么多师傅们，没有几个死得那么早的，反而长命的很多。纵然缺那一点点营养，也不会影响我们的生命机能，不要在乎。所以我们自己要权衡轻重，相比我们这一点点营养来说，众生的命才是更为可贵的。因此能不吃就不吃众生的命。那以前吃了怎么办呢？忏悔。怎么忏悔呢？先道歉啊，至诚的道歉，鱼啊虾呀鳖呀，对不起，真的很对不起，我以前不知道你们跟我一样会痛的，现在我知道了，真诚向你们道歉，以后再也不吃了，先表态知道自己错了，进而去赎过。怎么赎过呢？放生啊，吃什么就放什么，洗除心里面那个阴影。所以放生实际上是赎罪，功德在哪里呀？以忏悔之心去放生，尊重生命，功德就有了，让生命延续下去就是最大的功德。光目女的母亲生前并没有其他严重的恶业，就是喜欢吃海鲜，你看堕地狱受极大苦，让众生受了多少苦，自己就要加倍的去承受，
因果循环丝毫不爽。现在既然已经受这个报了，那怎么办呢？救啊，尊者慈悯，如何哀救？拜托尊者，您想想办法，怎么救我的母亲？罗汉免之，未作方便，劝光目言：如可至诚念清净莲花目如来，兼塑化形象，存亡获报。尊者这么教他：得念佛，念清净莲花目如来。因为当时那个时代出现的佛就叫清净莲花目如来，念本师佛，显示不忘本，同时呢塑化形象。这两条大家仔细的看对比，前面的婆罗门女是这么做的，此地的光目女也是这么做的，到后面地藏菩萨归纳全经的修学方法也就这两件事：称佛名号、布施供养，就这两件事。你看罗汉教他，你念佛兼塑化形象，供养佛像，存亡获报，你自己也得利益，也可以救拔你的母亲。光目闻已，即舍所爱，寻化佛像而供养之。你看马上依教奉行，光目听说之后马上去做，舍所爱。什么是所爱啊？钱财是所爱啊，跟前面的婆罗门女一样，虽然没有说碎卖家宅，但是舍所爱，将钱财变成佛像，寻化佛像而供养之，复恭敬心，悲弃瞻礼。佛像画好之后，恭敬瞻礼，这里面就包含了前面所教的念佛。清净莲花目如来出现在自己的面前，这个佛哪里来的？自己的心造出来的，自己舍财自己供养啊，所以这个佛就是自己心中的佛。悲弃瞻礼，以至诚之心看瞻仰礼拜，这就是观想观相念佛。忽于夜后梦见佛身，金色晃耀如须弥山，放大光明而告光目：如母不久当生儒家，才觉饥寒即当言说。有感应了，晚上做梦，梦到佛现身，广大身如须弥山，放大光明，告诉他你的母亲不久要投生到人间。什么意思？他修的这个福报管用啊，佛像刚供养好，他母亲脱离恶道转世到人间，投胎做人了。你看立竿见影啊，而且
投胎到他身边，在他的家族当中，才觉饥寒，即当言说。刚刚知道饿，知道冷，就能讲话。佛先告诉他，免得到时候他大惊小怪。这孩子刚生下来就会讲话，这都是有用意的。其后家内必生一子，未满三日而乃言说，其手悲泣，告与光目，生死业缘，果报自受，五世如母，九处暗冥，自别如来，累堕大地狱，蒙如福利，方得受生，为下贱人，又复短命，寿年十三，更落恶道，如有何计，令吾脱免。如佛所说，没过几天，家里面的佣人生了一个孩子。你看，这六道轮回真是一场戏呀！前几天还是妈妈，这几天成了佣人的孩子，生下来不到三天就开口讲话了。光目女因为知道这个事情，佛跟她说了，所以她就留意呀，这个佣人生的孩子估计就是自己妈妈来转世的，那就来看。那么这个婴儿见到光目女怎样啊？起手悲泣，婴儿在襁褓当中啊，做起手状，向光目女行礼，什么缘故？感谢她。你看下面说的话，告于光目，生死业缘，果报自受，六道轮回，生死离别，业因果报，自作自受。言下之意，谁都不能代替。五世如母，九处暗冥，我是你的母亲啊，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光明啊，暗冥就无暗无天日啊，自别如来，累堕大地狱，自从人世间断气，你我离开之后，我就堕地狱了，换了一个又一个地狱，累堕地狱，在地狱换了好几个，都是大地狱，蒙汝福利，方得受生，幸蒙你为我修福超见，我才离开地狱到人间来投生，为下贱人。虽然做人身份不高，没有地位，下贱之人，那业障没消尽啊，这是靠光目女为他供佛的福报，才让他暂时脱离地狱到人间来，而且时间很短，又复短命，寿年十三，只有十三岁。为什么短命啊？杀生带来的，杀生的果报
就是短命多病，这是余报啊。从地狱出来做人，短命。13岁过后，更落恶道，还要到地狱继续受苦。诸位注意了，我们很长时候啊，参加法会也做30信念超度，超度了1次、2次、3次、5次之后，我们就不耐烦了，就来问师父：师父啊，我老爸有没有去极乐世界啊？有没有超度走啊？去极乐世界的可能性不太大，这得说实话。为什么可能性不大呢？因为我们都不愿意去，所以他们也不愿意去。我们都不愿意去，他会愿意去吗？我们都不相信，他会相信吗？我们都不肯真念，他会真念吗？但是我们修的这些福报他会得到。他的情景就类似于光目女的母亲从恶道出来改善生活，你做一点他就得到一点，生活就改善一点。只有极少数，譬如做30信念的时候，他发起真信心真愿心，一心念佛，他什么都放下都不计较了，他会往生。但这种鬼很少，这种人都不多，那么容易放得下吗？一辈子的习惯放不下了，你给他少上一炷香他都会记住你，哪里能放得下呀？所以不容易，放不下就往生不了。不是说这个法师灵不灵的问题，他自己放不放得下。那这样一来呀，就需要我们啊不断的去做，不断的改善他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我们得想一个彻底的办法，让他永远不要受苦。靠零零星星的修这么一点福报回向给他，他得到的很有限，因为我们做的很有限。那怎么办呢？你看光目女的母亲向光目女求救了，如有何计令无脱眠，你有什么办法让我不要继续受苦？看看光目女怎么办。光目闻说，知母无疑，更夜悲涕，而白必辞。既是我母，何止本罪？作何行也？堕于恶道。光目女经过面对面这一番交谈，确信眼前这个婴儿就是梦中佛所说的母亲转世之人，所以很激动啊，更也悲啼，泣不成声啊。但是还要再问一问，既是我母，何知本罪？作何行也？堕于恶道。那既然是我母亲，你自己应该知道啊，你生前造了什么业堕恶道了？真正的原因在哪里？这也是说给我们听。婢子答言：以杀害毁骂二业受报。多了一条，前面光目女认为杀业最重，母亲是以杀业堕恶道的，可母亲自己呀，这等于是忏悔呀，他到地狱，那些地狱里面的小鬼呀会告诉他，
你为什么来这边受苦？告诉你吧，生前喜欢吃海鲜，所以要把你放到锅里煮，就是这个意思。他就知道自己造了什么业，所以自己说你杀害毁骂，又加了一条毁骂，没有说毁骂什么。根据前面婆罗门女的母亲所造的业，毁谤三宝，堕地狱。因为毁谤三宝堕地狱，这是相应的。毁骂别的罪没这么重，毁骂三宝，果报在地狱。这两种业都是这个嘴巴呀，所以管好这个嘴巴很要紧啊。我们这个嘴巴就是肚子饿了就吃，吃完了就讲话，讲累了接着吃。你看，吃完了讲，讲完了吃，堕了地狱又堕地狱，就是这个嘴巴带下去的。因为杀害毁骂二业受报，若非蒙福救拔五难，以是业故为何解脱？如果不是光目女为他修福，出不来。根据生前造的业，还要在地狱受长劫的苦难。光目问言：地狱罪报其是云何？说说地狱的情景。弟子答言：最苦之事不忍称说，百千岁中竹白难尽。不要提了，地狱的苦我不忍心说啊，百千岁中都说不尽啊。光目闻已，体内豪气而白空尽。光目女这一下确信自己的母亲是受了极大的痛苦，而且接下来如果不救母亲的话，这个苦难还将延续，怎么办？光目女这个时候跟我们一样是凡夫，不要多想。怎么办？假如我们遇到这样情景怎么办呢？光目闻已，没有多想，体内豪气而白空尽，没有办法了，对虚空发愿：愿我之母永脱地狱，彼十三岁更无重罪，即立恶道，十方诸佛慈哀悯我，听我为母所发广大誓愿。诸位，这里要学习了。光目女为了换取自己的母亲永远不要受苦，怎么说的？愿我的母亲永脱地狱，不要受地狱之苦，必十三岁，这一世十三岁命中之后再也没有重罪，到恶道去受苦，请十方诸佛慈哀悯我，我为此向诸佛保证。我们讲发愿啊，就是保证今后我要这么做。怎么做呢？大家用心跟着念下面的愿望。
若得我母，永离三途，即思下界，乃至女人之身，永劫不受者，愿我自今日后，对清净莲花目如来向前，却后百千万亿劫中，应有世界所有地狱及三恶道，诸罪苦众生，誓愿救拔，令离地狱恶趣、畜生、恶鬼等，如是罪报等人尽成佛境，我然后方成正觉。这是光明为母所发的大愿，真正的大孝。因母亲一人受苦，联系到无量受苦的众生。什么意思呢？不要有苦的环境啊，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苦的环境啊，我的母亲还能受苦吗？自然就没有受苦的地方啊。这是光目女发的大愿。有人说这样发愿管用吗？事实证明。往下看，发誓愿已，具闻清净莲花目如来而告之曰：光目，汝大慈悯，善能为母发如是大愿，五官如母，十三岁毕，舍此报已，生为梵志，寿年百岁，过世报后，当生无忧国土，寿命不可计竭，后成佛果，广度人天，数如恒河沙。立竿见影，感应之快，不可思议，比做一堂什么法会都要快得多。佛亲自现身为他证明，这个愿刚发过，空中啊就响起清净莲花目如来的声音，而告诉曰：光目，如大慈悯。注意了，佛肯定光目女所发的这一念大慈悲心，能够用孝母的心对一切苦难众生，这个心就叫大慈悲心。不忍母亲受苦，用这个心对一切众生，这个心就是佛心。发呀，就是把它开出来呀，这个心人人都有啊，把它开出来。光目女的母亲为什么能得利益呢？因为他提供了这个缘，因为他的缘故，光目女将自己的佛心开显了，大慈悲心开显了，所以他就沾光了，他离得最近。善能为母发如是大愿，你看了不起呀、啊！
善，很善巧。这些地方都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我们今天超度就写个牌位，诵几部经，也有殊胜功效，但终究不彻底。学学婆罗门女和光目女，发大愿，五官如母，十三岁毕，舍死报矣，生为梵志，寿年百岁。佛说了，我看你的母亲十三岁之后还会过世，但是不堕恶道了，这边命中，那边就去投胎做个好人。梵志是修行人，他下辈子开始修行啊。这个缘是光目女的愿所提供的，他下辈子开始修行，而且寿命很长，100岁。百年命中之后，过世报后，当生无忧国土。命中之后他修得还不错，直接升极乐世界了。无忧国土就是极乐世界啊，没有忧虑啊。极乐世界叫什么？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没有忧恼的世界。生道诸佛净土，寿命不可计劫，无量寿，后成佛果，广度人天，速如恒河沙。哎，妙不可言啊。光目女发愿要度一切众生，令一切苦难众生先成佛。佛没说他的事情，先讲他的母亲，先为他母亲受记了。这么一个恶业严重的众生，接下来不出意外还要继续在地狱受无量劫的痛苦。这样一个人，经光目女这个大愿的转化，当下他命运改了，彻底改了。佛直接为他受记了，不仅不堕恶道，将来成佛，成佛度的众生有多少，佛都说出来，这受成佛之记呀。还有比这更快的方法吗？所以说愿力不可思议。有人说了，那是地藏菩萨发的愿，婆罗门女在此之前没有其他身份，光目女在经文上也没有介绍她是什么来头，她就是世现的一个凡夫，要不然她干嘛要请罗汉帮忙啊？她要在此之前自己就很厉害了，何必要借罗汉的定力去帮忙啊？就是一个凡夫啊，这是在教我们啊。这一念心转过来，自己的命运转了，母亲的命运也彻底改变，就看我们愿不愿意啊。什么叫愿啊？愿就是心甘情愿，愿意吗？愿意就这么做，不是强制性的。所以为什么要发愿呢？发愿就是愿意这么做，愿意这么做就有动力，不愿意这么做呢就很勉强。为什么会愿意这么做呢？不忍心身边的亲人受苦，因不忍心母亲受苦，也联系到跟母亲在一起受苦的众生，让他们也不要苦，这个心就这样发起来了。
你看，感应不可思议，以广大世运转凡夫成无上菩提，这个愿力作为导引啊，起增上缘的作用，很重要。佛告定自在王：尔时罗汉福度光目者，即无尽意菩萨事；光目母者，即解脱菩萨事；光目女者，即地藏菩萨事。现在的果报都跟大家呈现出来，当时的那位罗汉尊者就是今天的无尽意菩萨，光目女的母亲就是今天极乐世界的解脱菩萨。你说你怎么知道是极乐世界的？大家去读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德尊普贤第二，有贤护等十六正士，最后一位不就是解脱菩萨吗？可能是名字相同，但是结合前面佛所说的命中之后生无忧国土，无忧国土就是极乐世界啊，寿命不可计劫，那不就是无量寿吗？有人说了，这有时间差呀，极乐世界才十劫呀，十劫是说给我们听的了。极乐世界的存在岂止十劫而已啊。总而言之，婆罗门女的母亲现在已经是大菩萨了，而这个光目女的母亲啊是大菩萨，光目女自己呢自然而然也差不了，即地藏菩萨是，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地藏王菩萨，这个大愿在推动。那个时候是这个按钮按下去启动了，一直到今天光目女的这个愿没有停止过，中间没有休息，一直延续。过去久远劫中如是慈悯，发恒河沙愿广度众生，未来世中若有男子女人不行善者、行恶者，乃至不信因果者、邪淫妄语者、两舌恶口者、毁谤大乘者，如是诸业众生必堕恶趣。若于善之事劝令一弹指间皈依地藏菩萨，是诸众生即得解脱三恶道报。这个愿在延续，只要有众生受苦受难，地藏菩萨就给予救度。众生为什么受苦难呢？造恶业，恶业给别人带来苦难，所以那个苦难的反作用力就会回到自己身上。地藏菩萨怎么去度呢？很简单，教这些众生不要再伤害别人，停止对别人的伤害，自己就不再痛苦。这叫皈依。什么叫皈依啊？皈依就是回头依靠，所以一弹指间肯回头，回头是岸，依靠地藏菩萨教诲，那这些众生将不再堕三恶道。这是地藏菩萨的大愿一直在运作。接下来由定自在王菩萨请法告一段落之后，有四天王出来请法，经文我们不再一一细说，大家
先到78页，经本先到78页，这有一大段，地藏菩萨百千方便教化众生的经文，举例说明，我们简单过一遍。若欲杀生者，说树殃短命报，这是因果。就是地藏菩萨怎么教化众生呢？就是以因果来为众生说明真相。众生之所以迷，就是不明因果的真相，说了也不信，所以才会受苦。因果是什么呢？因果就是我们的所有心念、言语、行为都会有相应的结果，我们需要对这些因行负责任。那么我们这个因如果会给别的生命造成痛苦，将来我们得到的果就是痛苦的。如果我们这个因能给别的生命带来喜悦，带来欢乐，将来我们收到的回报也是喜悦和欢乐的。通常会带来伤害，伤害别人，最终回过来伤害自己的这一类叫恶业，利益对方，最终又回馈到自己身上叫善业。善恶因果就从这里来的。那么很简单啊，我们如果希望自己命运越来越好，生活越来越幸福，越来越快乐，要修善因。我希望我生活中没有任何不如意的事情，要断恶业，从心念开始。这里举出一系列例子，断恶。若欲杀生者，说树殃短命报，遇到杀生的，你告诉他不要杀生，他不听，那怎么说呢？哎，就跟他换个角度讲，你希望长寿吗？希望自己健康吗？我当然希望了。那你问问你杀的那个鱼也好，虾也好，他愿不愿意长寿？他愿不愿意健康？你想想看呢？假如你是他，你愿意吗？假如他是你，他愿意吗？换位思考啊。当你看到桌上这个海鲜里面这个鱼这个虾，换位一下，假如是鱼坐在座位上，我在那锅里面，愿意吗？如果自己也心甘情愿，那没关系，您就吃吧。如果换一下，您不愿意，将来有一天会出现这一幕啊，这不是吓唬人哦。这个是因果循环。再说了，就在当下，以杀害众生的心行来换自己的长寿健康，逻辑上讲不通啊。怎么讲不通啊？因为以短命换长命，这不平等不合理。很多人只关注它里面有营养，营养有什么用啊？你命都没了，把你的尸体养得肥肥胖胖的，只会浪费几把火而已。那营养不能养命啊，你得有命活，这些营养才管用。现在很多人开口闭口就是要有营养，而忽略了你得先有命，命不是靠营养去维持的。命是靠什么呢？命是靠阴德，命是靠善业去
去维系。如果营养能够维系命，有钱人都不会死，把全世界营养都买来天天吃，你看会不会死？所以看到人要杀生，你不要直接劝他不杀，他不相信，你就问他，你喜欢钓鱼啊？假如现在是鱼拿着这个钩，你在下面被他钓，你愿意吗？啊，你如果愿意呢，我不反对，因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如果有一天换过来是你受这个果报，你不愿意的话，你现在最好终止这个行为，因为你正在为自己设计这样一个果报，你不是在钓他，在钓自己呀，不是在伤害他，是借他的缘伤害自己。那么反过来再看看我们今天的果报，我们很多时候身体不好，有很多病啊，这些病哪里来的呢？不是吃的不好，不是用的不好，这些都没问题。你要说吃的不好用的不好，你看看人家街上衣服都不穿，每天在那边晒太阳，也没看到什么毛病啊。吃呢这随便的脏东西往嘴巴里边一填，吃半辈子也没事。倒是我们这些，这个也讲究，那个也讲究，讲究出一身的毛病。那个病的原因在哪里？前面说过了，杀业的余报就是多病，体弱多病加上短命，都是属于杀生的余报，树殃短命报。所以身体不好，感觉自己快不行了，奄奄一息了，怎么办啊？赶紧去放生，忏悔杀业，这是如法的功德。那要不要看病呢？病继续看。会不会看好呢？不得而知。那这个要说清楚。怎么说不得而知呢？因为前世造的杀业不知道有没有忏除干净，所以要拼命去放生。如果没忏除干净，那不是靠药能维持得了的。如果忏除干净了，莫名其妙忽然心情好起来，免疫力增强，这一检查病没了，你说奇怪吗？不奇怪，很正常，应该这样的。所以这个病啊，我们说它有很多种，其实所有的病就一种，全是业，都是业力造感。至于其他的这些不过是个缘，哪怕我们伤风感冒，前期热中暑，这都是个缘。你要不相信，你去看佛经上，佛在世的时候有位伯俱罗尊者，长寿尊者150岁，一生不生病，不管吃什么都不会生病，别人要杀他都杀不死。什么缘故呢？生生世世持不杀生戒，因为他没伤害过别人，他没有让别人受到过任何痛苦，所以有人想伤害都伤害不了他。这个才是与因果相应的道理。所以我们不但不杀生，还要爱护生命，尊重生命，因为我希望活着，所以我要保护有生命的任何一个个体，我的命才会长久。佛为什么无量寿啊？佛爱护一切众生，不伤害任何一个生命，所以佛无量寿，净土无量寿就这么来的。这是第一个例子，也是修行的第一步。学佛头一个学什么呢？不要伤害人，不要伤害生命，从这里学习，不杀生。
那为什么要不杀生呢？因为我不希望受伤害，我不希望生病，我不希望短命，很简单了，所以我要去做这个事情。下面若遇窃盗者，说贫穷苦楚报，不偷盗。遇到偷盗的人，估计不太容易，做小偷都是提心吊胆的，哪里会让你看到啊？实际上，这在教我们自己，假如我们自己想要占别人便宜，来说服自己，不要做这个事情。不要以为不劳而获，顺手牵羊，自己可以省很多事情，而不知道恰好把自己的福报给亏损掉。没听说过做小偷能成为世界富豪的，所以窃盗这一种行为不是致富的合理手段。窃盗范围很广啊，凡是不正当的手段获取财富都叫窃盗。不正当的手段从别人那里得财富，别人的财富少掉了，别人就不高兴，受伤害。我们的财富莫名其妙损失了，我们也不高兴啊。这同样道理，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伤害别人。要想自己免受贫穷苦楚的果报，要修布施。这一点希望我们养成习惯，学会布施，舍，到处舍，养成习惯，把贫穷舍掉。说不行啊，我没有那么多钱啊，越没有越要舍。那个有很多钱的人，他舍不舍倒是不着急了，因为他不穷啊。越是穷的人，其实才越要舍。有一天，一位尊者遇到一个很贫穷的老佣人，替主人拿这个净水瓶啊，到河里面去盛水。因为自己很穷，所以就感觉很委屈，给人打工半辈子了，没有出头之日。正好遇到尊者，尊者就问他：老人家，你为什么这么难过，看起来很委屈啊，有什么苦啊？老人家说了：哎，我给主人家打工半辈子了，钱也没赚到多少，有一点钱总是莫名其妙就丢掉，感觉这辈子穷很苦。尊者就说：哎呀，老人家，既然这么穷，那你为什么不把穷给舍掉呢？啊，穷还可以舍掉的，谁要穷啊？尊者就说了：我要啊，你把穷舍给我，把穷鬼给我就行了。意思就是叫他布施。老人家一听说：哦，师父啊，你太慈悲了，可是我真的没有东西可以给你啊。尊者就说：你可别这么想，你有东西的，你现在不是有时间吗？你手上不是有个净水瓶吗？嗯，净水瓶是主人的，没关系啊，现在你在使用它，你有使用权啊，那又能怎样啊？河里的水你可以用啊，你为什么不用这个净水瓶盛水来供养我呢？哦，这也可以啊。当然可以，只要有这一份心，你就开始离开贫穷了。老人家一听欢喜不已，马上依教奉行，从河里面盛水来供养尊者。
从这一刻开始，他贫穷的命运转变了。不说后面他回去之后果报怎么殊胜，单单从当下说起，他不再认为他穷了。什么缘故呢？因为他知道付出了，他懂得去给予别人了，他不再穷了。回去之后命运就发生了改变，福报不断增长。真正的贫穷是什么？贪心不舍。所以不懂得付出的人是全世界最贫穷的人。佛为什么一开始就教我们要布施啊？就是让我们成为富有的人。想成为富有的人吗？赶紧舍，赶紧布施，学会付出，就越来越富有。这是教我们怎样去改变命运，追求幸福的生活。从思想观念上去改变，这是与窃盗说贫穷苦楚报，这是能导致恶性循环，所以要禁止。若与邪淫者说雀歌鸳鸯报，这杀盗淫，这是根本的重罪。邪淫就是正常夫妻之外的男女关系，在当今这个社会呀，这些现象非常普遍，甚至有些泛滥。果报，直接的果报在地狱；雀歌鸳鸯报，这是出来之后的余报。学佛的朋友，无论如何，有家庭的要维系家庭关系。有人说了，不是我情愿的，是遇到这个缘了，估计也是上辈子的缘分啊，找很多理由。在遇到佛这个缘，他就不认为这是上辈子的缘分，拼命念佛，偏偏遇到这乱七八糟的缘，很认真，给自己找去地狱的借口。这些地方自己如果真信因果，应当要把握分寸。正常夫妻之外的所有因缘，全部要理解为来帮助我们修善修福的增长缘，而不要做其他因缘理解，这样就可以减少这一类恶业的发生。若遇恶口者，说眷属斗争报，口业。恶口说话粗鲁，喜欢骂人，讲话没分寸，都要注意了。喜欢骂人，回到家就吵架，眷属斗争啊，家人喜欢吵架。如果现在家人喜欢吵架，自己要忏悔，一定是过去恶口造成的。那不是我要跟他恶口，他来骂我呀，他骂呢是帮我消业障，要这么想，只要自己不骂回去，这就很好办了。我说不行，我感觉委屈，我就要骂回去，那就对了，之前有这个恶口的习惯才忍不过，所以活该了。遇到这个缘，恰好帮自己消业障，骂，由他骂，骂人很累呀，骂人是个体力活，而且一骂一两个钟点，吃再好的补品早都浪费掉了。所以被骂实际上
是一种幸福，消业障。家里面如果有人骂自己，没事你就要待在家里干什么呢？消业障啊！你不天天讲忏悔业障吗？消业障最好的机会，不要骂回去。自己被骂，说明之前有这个业，借此机会忏悔。以后我们要以善语对人，言语要柔和，通常情况下要说好话。什么叫好话呢？第一，对人好；第二，好听；第三，要好好说。好话也要说得好听一点啊，否则人会误会。这都是善巧方便。有些话真的是好话，但是我们不会说，可能就会适得其反。因此要学习，尽量的遇到人要学会赞叹鼓励，从正面给予对方信心，让对方欢喜，养成这个习惯。遇到人要说好，多说好啊，大家要善于理解，什么事都说好，这是正常情况下。也有一些地方也不能说好的，朋友家老爸过世了，一见面就说好好好啊，死得太好了，这会让人气死的。要分场所，特殊情况呢不说好了，那也没话讲了吗？阿弥陀佛。正常情况下遇到人要多说善言善语，也要好听。好听话虽然有时候可能会夸大其词，没关系的，大家都喜欢听。喜欢听呢，接下来有什么话才好说。所以菩萨爱于摄受一切众生很重要，尽量不要恶语相向，别人恶语过来，阿弥陀佛太好了，帮我消业障，不要还回去。若遇毁谤者，说无舌疮口报，毁谤，毁谤三宝千万不可以，毁谤任何一个人也不要，不要说别人坏话，这都是口业啊，这是进一步强调一下，我们不喜欢听别人说我们不好，那么就不要说别人不好，养成这个习惯，对任何人都不要去毁谤，哪怕有些事情别人做的不好，轮不到我们去说，这一点要记住。我们不要养成一种多管闲事的习惯啊，什么事跟我们没关系都喜欢说两句，佛嘛不喜欢多念，这个习惯很糟糕啊。少说一句，少说一句闲话，多念一句弥陀，没坏处。不说别人的坏话，不讲他人是非，这个习惯需要用一段时间去培养，养成了就很自然，以后不管别人说什么，传到这边自己就不会受影响，不会陷入到是非的陷阱当中，很重要。若遇嗔恚者，说丑陋龙缠抱，嗔恚就是不高兴发脾气，你看这果报是什么呢？丑陋龙缠哦，
会变丑啊。爱美的朋友们注意了，天底下最好的美容化妆品就叫不生气，免费卖咯，不生气，最好的美容品化妆品，不是涂在外面那一层膏啊，那一层油漆啊，那个不会让人美啊，那个只能挡挡太阳。真正能让人美，让人漂亮，让人庄严的是好心，是内在的涵养气质，这个是谁都抢不走的，而且能令人青春永驻。真这样，你看诸佛菩萨个个都那么年轻，什么缘故呢？因为他心不变，心里面没有毒素，所以脸上没有皱纹，没有斑点，没有高低不平的那些东西，也没有我们看起来不顺眼的地方，他恒顺众生。最容易让人变丑陋的毒素，那个毒瘤就是嗔恚心，很重要，要把嗔恚心慢慢消除，消毒啊，慢慢消除。第一天记得跟大家说过，我们发一个愿，今年一年不生气，不知道有没有忘掉，还没过七天早忘得一干二净了，所以这个愿要天天发，今年一年不生气，很管用啊，天天这么提醒自己，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想要生气的啊、哦，我发过愿，今年一年不能生气，那个气就下去了。生气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嗔恚表现出来就是愤怒，发泄出来就是发脾气。学佛人至少在生活当中要学会调控自己的情绪，严重的情绪就是嗔恚。说仔细一点啊，不高兴也是嗔恚，你说他又不高兴了，不高兴也是嗔恚。有人说了，我不高兴跟你没关系，我就是自己不高兴，自己也不可以不高兴，你没有权利不高兴。为什么没有权利不高兴？你要学佛呢，你怎么可以不高兴呢？因为什么事情不高兴，不要跟我讲什么事情，反正你不准不高兴。真正学佛就应该这样，跟什么事什么人没关系。我们今天总是找些借口，张三让我不高兴了，李四让我不开心了，这个事情没做好我又起烦恼了啊，结果张三让我高兴了，李四也让我开心了，王五又让我不高兴了。我们总是在换人，在换借口，而不知道始终都是我们那个心在不高兴，人在不停的换。最重要的是要换那个心，调控自己的情绪很重要，每天都要这么提醒自己。不为别的，为这张脸啊，别让它变得越来越丑，很重要。40岁之前，这张脸父母亲给的，过去生中的善恶业带来的，40岁之后，自己这一生造作的善恶业化妆来的，自己要对他负责任。就40岁过后，这个脸怎么变啊？是自己之前的善恶业直接呈现出来的，天天照镜子还看不出来吗？就看出来要赶紧怎么办啊？赶紧扭转啊！这个扭转不是从这个表皮上去扭转啊，从心去转，
心转了，这个相好它就跟着改变。虽然年岁越来越大，可是相貌会越来越慈祥，虽老而不会丑。这一点大家留意看，哎呀，修行人年岁越大，那个相越慈祥，越耐看，那就是内在涵养的流露。所以先把嗔恚心最严重的心理毒素给消除，这样我们的相好就不受影响。若遇悭吝者，说所求违愿报，悭吝贪心很重，小气，注意小气学佛得不到受用。学佛从哪里学起啊？先把小气鬼超度走。人会小气啊，后面跟了一个小气鬼，帮你看钱包，让你舍不得为别人花钱，要把这个小气鬼过几天拜忏把他超度走。这几天梁皇忏拜了有没有功德呢？就是看这个悭吝舍鬼、小气鬼、贪心鬼、嗔恚鬼有没有超度走，把他们都超度走了，有大功德。悭吝就所求违愿，我们今天很多事情求来求去不能满愿，什么原因呢？因为付出的少。也有很多同修来问啊，我已经做了好多善事了，我感觉做的够多的了，钱也出了不少了，功德也做了不少，为什么我求了一个事情，现在佛菩萨还没有满我的愿呢？有一个居士这样去问师父，说我也修了不少供养，但为什么我的儿子还是没有考上名牌大学？为什么工作还是不好安排？为什么我的老公还是不听话？为什么我做生意还是那么不顺？师父就反过来问他，说你现在有空吗？替我办件事。师父什么事啊？你说我去替你办。师父说我这里有500块人民币，你去替我买样东西。500块，师父你说买什么？我马上去。帮我买辆顶级的宝马轿车。居士说，师父你没弄错吧？500块人民币买辆宝马，真的不是玩具啊，真的，我说的是真的，你去帮我买来。怎么可能嘛，500块哪里能买到轿车啊？师父说，哦，你也知道500块买不到轿车，那么你前面做的连500块都不值的事，却希望换取比宝马轿车还要多的果报，你觉得可能吗？哦，这么一说，即使明白了，我们付出了一点点，却希望得到很多很多，这就是小气的表现啊。很多人在佛门中修了一点善行功德，却希望佛菩萨照顾他所有的事情，那就好比给你5块钱去帮我买辆飞机，有这个可能吗？不仅飞机给我买来，而且后面的加油费也全部要算进去，包括后面的维护你都要给我算进去，我就这5块钱你看着办，后面我也不愿意再加了。这就是很多很多到佛门里面来出了一点功德要求很多很多，有一样没有满愿，他就说我不做了，前面做的我认为被骗了，后面我也不愿意继续再出钱了，其实是很不讲理的。
反而回过来说佛菩萨不讲理。实际上这是凡夫悭吝的习惯，付出很少却希望得到很多。那我们现在学习佛法，实际上真正明了因果，我们想要的果报应该在因中去求，要拼命的不停的去修因。这里面的主要用意是让我们把千贪的烦恼给断掉。一旦千吝的烦恼断掉，所有的果报都会随心所欲不断的出现，真是不可思议。所以我们要慢慢的从这些地方去修行。前面所举的这些就是十恶业根本的恶业，后面呢还有不少，我们简单过一下。若欲饮食无度者，说饥渴咽病暴，吃饭暴饮暴食，不懂得爱惜食物，将来会没饭吃。这不是随便说说的，生活中就有不少这样的例子。若欲忝烈自情者，说惊惶丧命暴，喜欢打猎。现在喜欢打猎的可能少了，哎，刚才说过有人喜欢钓鱼，这钓鱼是一种爱好，把爱好建立在众生的痛苦身上不合理，换个爱好吧。换个什么爱好呢？换自己被别人钓试试看好玩不好玩啊。如果觉得这样很好玩，那就继续吧。若欲背逆父母者，说天地灾杀报，不孝大逆不道，会受天惩罚，过去讲叫天谴，就被上天惩罚，会遇到意外的灾难。若欲烧山林木者，说狂迷取死报，这个要注意了。有时候我们到森林里面去游玩，小心了，就是吃烧烤或者不小心带着这些会点火的工具留下来，如果因此森林起火，那个罪就很重了。因为森林里面有太多的生命，这一把火就把他们全都烧了，所以要注意。若与前后父母恶毒者，说反生鞭挞现受报，这是后父后母对前面的这个儿女呀不厚道，自己将来也会受到相应的果报。若有亡骨生除者，说骨肉分离报，小孩子喜欢玩，去玩这些小动物，去抓那些鸟蛋小鸟，都属于这一类，破坏别人的家庭，自己就会骨肉分离。若有毁谤三宝者，说盲聋阴哑报，这些情况我们看到有时候不好直截了当的说，那就婉言的规劝，忏悔业障，恭敬三宝。若与轻法慢教者，则永处恶道报，这一条学佛同修要留意。轻法慢教平常可能说的少，什么叫轻法慢教呢？对法不尊重，对法不尊重的表现其实在我们今天到处可见，不好说，不敢说，也不愿意说，说了大家就不来听了。所以
一般这个现在不说了，但是不说不行，不说呢大家不知道。轻法慢教，举个例子，我们在听经的时候不够专注，上面在讲经，下面在搞小动作，这叫轻法慢教。护法神在旁边看到是很不高兴的，我们在这边讲经啊，这边定了七点，人还没到，四大天王诸大护法就各就各位了。所以为什么到了就准时讲，因为护法神已经上班了，哪怕现场人没有几个，冥冥中的众生陆陆续续都赶来了，他们对法有惜有信，反而我们人觉得无所谓了。甚至有时候同样一部经听的遍数多了，认为没什么了，老生常谈了，我都知道怎么讲了，对法起轻慢心，将来果报是什么呢？果报就是无法可听。但是现在命中呢多恶道，想听听不到法，遇到三宝的缘都不可得。所以我们有机会闻法要珍惜这个机缘，既然来听经了，不管是谁来讲不要分别，讲台上坐的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说的是法就行了，这一点很关键，只要说的是正法就可以了，哪怕是罗刹鬼现身说法，说的是正法，都要恭敬听闻。这就是经上说的罗刹半髻可以为贫，罗刹鬼现身说法，雪山童子跪下来听闻，佛法以法为尊，三世诸佛恭敬法宝。我们要重点培养这个习惯，法有人能听得懂，有人听不懂，不是说每个人的领悟能力真的有差别，有是有那么一点，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用心不同，心专注程度不一样，心足够专注，这部经一闻之下就会豁然大悟，心不够专注，每次听都像走过场一样，十遍八遍百遍千遍也很难误入进去。所以这个心态很重要。那我们听经的时候，譬如现场听经，既然我们来了这两个小时，我就不做别的打算，手机关掉，这是真正懂得恭敬法，应该这样。那不行，我有事情啊，你在这边听经还能办事吗？办不成事了，既然办不成了，你还留个牵挂在那边，这不是自作障碍吗？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想不懂啊。对，手机放一边专注听，我有要紧的事啊。如果确实接下来这两个小时之内你确定有要紧的事，听经之前打电话交代好，我接下来有要紧事，有比你那个事情更重要的事，接下来两小时不要打电话，我关机，很简单。你看再听的效果会是怎样，这个是尊重法的态度。以前在佛门中讲经说法是最隆重的法会，开始之前迎请的仪式都将近一个小时。为什么要这么隆重呢？就是启发大众敬法之心，这不是随随便便。就像刚才说的一样，我们今天难了，
因为大家都随便了，都随便之后就变成走过场了，大家对于法恭敬心越来越淡薄，所以法就越来越轻。法越来越轻的表现就是我们的烦恼越来越重，很重要。所以这一条不得不说，听法的时候要专注，这个经不管前面有没有听过，也不管听过多少遍，每一次听都当第一次，全神贯注去听，事先不要有任何假设，不要说哦，这个人山法师讲地藏经我上次听过了，好，你就把上次的印象摆在前面了，这一次讲的跟上次肯定差不了多少，为什么呢？你已经把他们两个合在一起了，不是讲的如何，而是自己的心已经先定了一个标准，很重要啊。佛在世的时候，僧团里面有这样的规矩，凡是有居士信心邀请，僧团的比丘到居士家轮流去应供，那么僧团啊就会平等安排，大家都有机会去。有些居士家能力有限啊，一次请百千个师傅他没这能力啊，那就轮流去。这一天轮到一位老比丘，一位女居士请客。这位女居士呢，佛法非常精通，在师父们当中啊也都很有威望，大家都知道，哎呀，那个某某居士啊很厉害了，佛法很精通的啊。而这个年老的比丘师父呢，没有文化，虽然出家有些时段了，对佛法并不精通，他就怕遇到这样的事情，遇到厉害的居士要问我佛法我怎么办，结果这机会越怕来得越快，今天僧团就派他去，没办法硬着头皮去了。这位居士呢信心真诚啊，一看是年岁很大的老师傅，就格外恭敬，心想这老师傅一定有大修行。哎，来的时候看他谨谨慎慎的，因为他怕嘛，所以这居士就更加尊重了。哇，这老师傅就是不一样，每个动作都那么谨慎，把师傅客客气气的请到客厅供在上面，先请师傅用餐，师傅就小心翼翼的吃饭，吃得格外威仪。吃完之后呢，居士就跪在下面恭恭敬敬行礼之后，请师父开始佛法。啊，这居士很专注啊，全神贯注啊，就闭起眼睛在这边仔细听。这老师父坐在上面呢，左想不知道讲什么，右想不知道怎么讲，就这样等了好久。哦，这居士啊更加虔诚，心想一定是我心不够专，老师傅知道我心有妄念，所以才不肯说法，我要更加专注。哎，正这个时候，这老师傅啊脱口而出，真是苦啊。他的意思是说，不会说法真苦啊，给居士逼到这个份上，脱口而出，真是苦啊。这位女居士一听，言下开悟，哇，人生真苦啊，这老师傅真的是一针见血，
讲出了世间真相，人世间就是苦啊。于是深入思维苦地的真相。那后面的老师傅又来一句，糊涂啊，他说他自己老糊涂啊，他在自言自语责备自己，迷惑颠倒。哎，这居士一听，哦，苦的原因就是迷惑颠倒，就是糊涂，原来如此啊，无明造成痛苦啊。啊，这么一思维豁然大悟，当下正果，深入禅定。哎，这老师傅一看，赶紧下台，悄悄溜走了。哎，这居士欢喜之后睁开眼睛一看，啊，师傅不见了。哇，这师傅真厉害，乘神足通飞回去了。赶紧追到僧团，要向这位师傅当面道歉。到了僧团，说明这一番因由，说刚才那位老师傅说法我很受用，因此我有所开悟，我要当面感谢那位老师傅。大家一听都笑笑，他能让你开悟，奇了怪，他自己佛法都不懂。然后就把他找出来，这老师傅也很难为情。哎，这位女居士呢，因为她开智慧了，智慧观察发现这位老师傅确实佛法不精通，回过来再为老师傅说法，老师傅也开悟。你看，这是以真诚恭敬之心去闻法，跟说法的人都没什么关系。悟是怎么开的呢？自己把心门打开了。所以为什么闻法一定要具备真诚恭敬的态度？这不是说法的人要求这样，而是对我们自己要这样要求。不管听什么人说法，要养成这个习惯，不要轻法慢教，将来想闻法没这个机会，或者闻了法之后法不入心。为什么法不入心呢？有傲慢心啊，轻慢法，轻慢说法的人都会造成这个过失，很重要。所以这一条做重点说一下。若欲破用常住者，说一劫轮回地狱报，这个前面说过了，就是尽量不要占常住便宜，也不要去破坏常住物品，常住东西要爱护。若欲污犯污生者，则永在畜生报。污犯污生对修行人不尊重，故意去为难、去欺负，这些都是属于不尊重、污犯污生。或者什么呢？故意用一些不应该吃的东西给他们吃，也是属于这一类。若欲汤火斩灼伤生者，说轮回以地常报。汤火斩灼伤生，譬如开水去浇蚂蚁，用火去烫这些小动物，这些都是很残忍的做法，果报也相应。若欲破戒犯斋者，说禽兽饥饿报。若欲非礼毁用者，说所求缺绝报。若欲无我功高者，说卑使下贱报。若欲两舌斗乱者，说无舌百舌报。若欲邪见者，说边地受生报。如是等言福及众生，身口意业恶习结果，百千报应，
今粗略说，如是等阎浮提众生业感差别，地藏菩萨百千方便而教化之，世诸众生先受如是等报，后堕地狱，动经结束无有出期。是故汝等护人护国，勿令世诸众业迷惑众生。这是总结，交代四天王要保护好众生。怎么保护呢？就是劝众生不要造恶业啊。四天王闻已，涕泪悲叹，合掌而退。这是阎浮众生业感品第四。接下来请看87页地狱名号品第五。这一品呢讲地狱，讲地狱名号呢就是介绍地狱。这一品经文大家先到93页，第三行，地藏菩萨告普贤菩萨言：仁者，此者皆是难言菩提，行恶众生，业感如是，业力甚大，能敌须弥，能伸巨海，能障圣道，是故众生莫轻小恶，以为无罪，死后有报，先毫受之，父子至亲，其路个别，纵然相逢，无肯代受。这一段这是讲出业因果报的真相。前面讲的地狱怎么回事呢？行恶众生业感如是，简单的说，那个地狱是众生自己造出来的，跟别人没关系，这是原理。你看这个业力有多大，业力甚大。业力是什么呢？业就是心的行动，心的力量有多大，他能造这么大的地狱，这是错用了心的力量。那为什么不好好去用呢？要善用这个心，它可以造天堂，可以造净土。这是把原理给我们说出来。业力甚大，能敌须弥，能伸巨海，能障圣道。你看变成恶业就这么厉害。是故众生莫轻小恶，以为无罪。这提醒我们啊，小小恶业如果不忏悔，遇到缘他会受报，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所以小小恶业要随作随忏。随作随忏什么意思？今天的恶业今天忏悔，不要等明天。那说怎么忏悔呀？每天做晚课的时候，或者没有在佛前做晚课，每天睡觉前自己忏悔，弟子某某今天有意无意造下的恶业，犯下的过失，至诚忏悔。有些恶业我们不知道啊，但是这个表态很重要啊，就是我承认我有这些恶业，有这些过失，我不赖账，然后这个恶业它就不会生根。你要不承认，恶业就记住你，它就生根，
就倍倍增长，要命啊！死后有报，先好收拾，不要忽然有一天业力现前，我们在那边叫委屈，哪有什么委屈啊？我们所有的遭遇，全是自己的业招赶来的，这世间没有委屈，但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委屈，所以我们委屈的时候去喊观音菩萨，菩萨怎么不慈悲啊，我很委屈啊，菩萨为什么不现身呢？菩萨真慈悲，所以不现身。如果菩萨现身说你活该，你还叫委屈，那就没人委屈了。你知道你前几天做了 多大的坏事吗？所以菩萨没跟我们说，怕我们这颗幼小的心灵再次受打击。我们在造业的时候从来不加思索，不顾后果，业力现前的时候觉得委屈了，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要觉悟，当我们生活中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不如意的事情，感觉委屈的事情，马上要把这个念头纠正过来，不对，我应该忏悔，我的业力现前了，我之前造过这个业，我不能再怨任何人，千万不要抱怨，越抱怨越不顺，为什么呢？因为业力在增加，所以遇到不顺心不如意，对学佛人来讲好事情，业现前可以消了，赶紧忏悔，至诚忏悔，坦然面对，这个不顺很快就过去了，越抱怨越不服，越觉得委屈，坚持的时间越久，那不认账吗？事实上没有人让我们委屈，如果等到死后受报，那就没有忏悔的机会了，先好受持。父子至亲，歧路个别，纵然相逢，无肯代受。你看，业力面前，谁也没办法。你看前面的婆罗门女那么孝顺，代替不了她的母亲。所以这个事情啊，大家都好自为之，谁也不要指望别人代替，代替不了。如果能代替，地藏菩萨这么慈悲早就代替了，还用等到今天吗？不能代替。什么缘故呢？因为每个众生的心想，它有个包围圈，我们自己心中所造出来的业力境界跟其他人一点关系都没有，除了我们自己，没有任何人能破坏它，因此不可代替。心的力量不可思议啊，解铃还须系铃人，所以恶业要及时忏悔，而后呢，尽量不要造恶业。但对我们凡夫来讲，不造恶业真是太难太难了。怎么办？怎么办呢？天天忏悔，这叫随作随忏。就像我们这个地一样，你要天天扫，一天不扫就脏了。那什么时候才会不脏呢？没有那个时候，你得天天扫。我们凡夫现在状态就是这样，得天天忏悔，让这个心时刻保持清醒状态。纵然是至亲的家人不能代替，纵然相逢无肯代受，业力面前没人代替。我今成佛威力，略说地狱罪报之事，唯愿忍者暂停誓言，
这是前面讲了地狱名号，后面再继续讲述地狱众生生活的情景。这里面都是挂衣漏腕，真实的地狱生活绝不是我们能想象的。当然了，我们也不希望堕到地狱去。对已经堕地狱的众生，我们要发愿，将来如地藏菩萨一样去救苦救难。现在呢，得先把自己这个业给保护好，不要造恶业，免得自己地藏菩萨的忙帮不上，还给地藏菩萨添不少麻烦。自己如果造一堆的恶业，还要劳累地藏菩萨去救苦救难。这是地狱名号品选这一段经文。接下来看99页，如来赞叹品第6。这一品经文，世尊在经文一开端放光，尔时世尊举身放大光明，遍照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出大音声，普告诸佛世界一切诸菩萨摩诃萨及天龙鬼神人非人等，听吾今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摩诃萨与十方世界现大不可思议威神慈悲之力，救护一切罪苦之事，无灭度后汝等诸菩萨大士及天龙鬼神等广作方便，为护世经，令一切众生证涅槃乐。这是世尊放光现瑞，再一次嘱托诸大菩萨来守护这一部经，来支持地藏菩萨做护法工作。支持地藏菩萨，就是更好的去落实度众生的事业。你看世尊怎么说，听吾今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与十方世界现大不可思议威神慈悲之力，救护一切罪苦之事。世尊今天讲地藏菩萨的事情，无灭度后汝等诸菩萨大士，佛在这里交代了，我不在，你们这些菩萨天龙护法诸鬼神等应当怎样好好的为护世经，广作方便为护世经啊。所以刚才说啊，我们学这一部经，可能现场人不多，但是这部经一展开，诸菩萨大士及天龙鬼神已经在旁边守护了。为什么？因为佛有交代，他们要守护这一部经，不是因为我们的缘故，是因为地藏菩萨的缘故。这经里面在讲地藏菩萨的事情，甚至于古大德有为我们讲啊，我们这个经书放在书本上没放好，一半放在书本，放在这个书桌上，另外一半悬挂在外面，就这样护法神就在下面用头顶着，唯恐这个经本掉。
这是法宝啊，世尊特别交代，你看与会的诸大菩萨叫他们好好的守护这部经，那天龙鬼神是什么态度就可想而知了。因为这部经能救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离烦恼之苦，证涅槃究竟之乐，这是再一次强调地藏菩萨不可思议的功德。赞叹，赞叹什么呢？就赞叹地藏菩萨功德。接下来普广菩萨现身请法，世尊详细列举生活当中的琐碎事情，一一说明应该如何去化解，彰显地藏菩萨对现实人生的慈悲关怀。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一堂课先学到这里，谢谢大家，阿弥陀佛。